接进去。人家富，不知道啊，人家富，太年轻了。洗个饮料。哎。叫我来，我来，我。嗯，对。连我吧。什么味道？我小时候吃就是强迫吃的原因，因为我很叛逆。那就加点什么蚝吧。蚝，这个就试一袋。这边放在床上，这边下期有个主题了，只要。换成啊，不上去吗？这里的颜色不一样，就戳进去，大概就一个洞，感觉像这里做过手术一样。其实我刚刚说是乱说的，就是圆滑，它刀捅了我一下。